我哋嘅香港市民，大家好！我哋非常之开心，能够喺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呢度相聚，一齐参与第28届普世青年节闭幕感恩圣祭。所有嘅在港世青嘅兄弟姊妹，相信你哋喺过去嘅几日当中，都有与主相遇嘅经验同埋体验，而且亦都感觉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位被召叫嘅传教士，要将福音广传。所以而家就让我哋喺感恩圣祭当中，祈求上主赐俾我哋福传嘅力量同埋恩宠。喺今日嘅弥撒圣祭为我哋主礼嘅，系我哋天主教香港教区汤汉枢机。汤枢机将会联同多位嘅神父一齐共祭，为咗让我哋能够喺礼仪当中更加投入，请在场参与感恩圣祭嘅兄弟姊妹，将你哋嘅手提电话同埋传呼机嘅响闹装置关上。在今天的禮儀當中，我們所有詠唱的歌詠都會在祭台旁邊的熒光幕上顯示。在彌撒聖祭開始之前，就讓我們對世青十字架和一幅名為叫做《羅馬人之右》的聖母聖像有更多少少的認識。1984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世青节的十字架交托给全球的青年人，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十字架背负去到世界各地，分享救主耶稣基督的仁爱。到了2003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第二个信仰的标记再次交托给年轻人，而这个就是一幅名为罗马人之右的圣母像。圣母像由那年开始就一路伴随着十字架巡游世界各地，让全球的青年都能够效法圣母，将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感恩圣祭现在开始，就让我们一起起立咏唱上主庭园。
天主，你愿意你的教会成为使普世万民得救的圣事，以延续基督的救世工程，直到今世的终结。求你激发信众的心，使能响应你的召叫，负起向万民传布救恩的迫切使命。亦求你促使所有民族共成一家，作你的子民，茁壮成长。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认识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出来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作万民的先知。说，弟兄姊妹们，我若传福音，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如果我自愿做这事，便有报酬；若不自愿，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个门徒王就往加利纳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们。各位主内的青年弟兄姊妹，今天下午我们共聚于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充满喜乐之情，联同远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教宗方济各、枢机主教、神长、修女，以及来自世界各地超过200万的青年，异地同心举行世青闭幕感恩圣祭，不但意义深远，而且呢是本教区的创举。我仅代表天主教香港教区，向你们和来自祖国及其他各地的兄弟姊妹，致以衷心的欢迎和祝贺。刚才部福音的总结，其中耶稣对十一门徒和对我们嘱咐一项伟大的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换言之，就正如你们的教区青年牧民委员会主席金宝为神父在今期公教部的文章所指出，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成为传福音的使者，但是我们立即就会继续追问，究竟要怎样传福音呢？讲到怎样传福音，我立即记起一位当代讲道家的名言，他说传福音有三不能，第一就是要学以达至生活的实践，学以达至能够同人哋分享，甚至我哋可以参与教授道理班，藉此边教边学。中途大事录第二章第42节至到47节讲出，初期新兴嘅教会可以作为我哋嘅典范。初期教会嘅教友有三大特点，值得我哋去记取同埋学习。
他们时时都专心聆听圣言，时时擘饼团聚，即是指一起举行圣体圣事，和服务大家，尤其是爱护穷苦的人，作出有力的生活信仰见证，所以教会呢兴盛得很快。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联同宝世的青年一起接受主耶稣基督和教宗的祝福，负起福传的使命，将福音传播给我们的近人，特别是我们在年轻的阶段，透过我们的喜乐活泼精神，努力上课学习到精洁的生活，以及真诚慷慨肯于助人等等的善行，去互相影响见证福音。美国名人富兰克林先生有一次应一位穷人的请求，将一笔金钱借给这位穷人。当这位穷人收到金钱之后呢，转身问他，多谢你富兰克林先生，但是我什么时候要将这笔钱还回给你呢？富兰克林先生就回答，你不需要将这笔钱还回给我，但是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应该将这笔钱转赠给另有需要的人。同样，天主透过不同的机缘、不同的人物使我们接受了信仰，这份大恩典、大礼物，向呼召我们作传教士的主耶稣基督誓许，我们去回答主耶稣，我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请大家一起呼向耶稣这样说，主耶稣，我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我们都向圣母玛利亚，多谢，亦都向圣母玛利亚一起欢呼。圣母玛利亚，请帮助我们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圣母玛利亚，请帮助我们成为门徒。多谢你们，天主保佑。祈祷，求主坚固教会，跟随基督，无惧任何挑战困难，勇敢地实践福传使命，藉宣讲及爱德行动，将福音真理传遍普世，使众生能获享慈爱的救恩。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共融合一祈祷，求全能仁慈的天主引导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及接纳彼此间各层面的差异，并随从天主放置于人心内对共融合一的渴望，积极地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借和平的方法跨越各种界限，共同努力建设大同的世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请为香港的未来前途祈祷。求主启导政府官员
願意虛心聆聽市民的聲音，制定有利於民生發展的政策，願眾人都能以開誠的態度，並在真理的啟迪下，積極尋求真正自由民主，讓香港最終成為理想的家園。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请为所有公教青年，特别为参与世青的青年们祈祷，求主显发圣神，启迪公教青年们，使他们常怀主爱，并以此作为生命的动力，积极承担教会的使命，成为真正传教士，努力使万民成为门徒，让众生同享救恩。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如何地祷现在我们静默片刻，为各人心中意愿向天父祈求。愿全能的天主按他的圣意俯瞰一切祈求，我们同声祈祷。求你帮助我们修炼信、智、学三方面的努力，使到我们成为活泼的传教士、有效的见证人。因我们的主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各位请坐。